但他就是不想给你射手而已。哎呦，直接秒，咬住了零将，再戳再一个，大招没有开出来，弗莱一枪戳三个，前程风暴术士被砸晕了。你看他树环真的好差，还想追击，两个低位宝贝双杀，前面对面还在打在了正面，能不能跟上来？关键开前程闪现，打了一手，再来，要秀起来，还有谁？要扛不住，有机会，哇！